大家好，我是顺德潮哥，今日我教你整翻个正宗嘅顺德姜撞奶，菜料有水有奶、干水嘅老姜同埋沙刀。咁呢就先将啲老姜洗干净佢，跟住去皮，跟住切成细块。放入个榨汁机嗰度打碎啲姜，要用嚟榨榨到啲姜粉都能够落埋啲姜汁嗰度噶。跟住呢就称一斤水牛奶两半冻，咁呢将啲砂冻同埋啲牛奶就挤埋两个煲度加温，注意慢慢火，等佢升温升到85度，咁就 OK 啦。跟住呢就挤落个茶壶嗰度，啊注意一定要搅匀啲姜汁先，因为佢啲姜粉会沉淀喺度嘅，就匹一次羹嘅姜汁将装好嘅牛奶撞落去。但系最近一样嘢，撞落之后一定唔能够喐啊只碗啊吓，因为一喐只碗咧唔勤嘅。咁呢碗姜撞奶咧就喺20秒之内就勤噶啦，就完成啦。又香又滑又甜又醒胃，正。抖音。